这又没做完，你还不能洗澡啊？问我？哇，怎么有一只蚊子跑进来？刚才差一点就坠机了。差点就卷起来了。对啊对啊，没错啊。啊，你他不会把你吸到你的吸进去吗？除非我掉下去啊。
每次坐着吃东西，它就不会飞到你。真的很稀有，是不是？